舒服的坐姿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对，嘿，歪起腰身不会听都会来嘛，对不？韩国的石墨烯的护腰椅，这类都真的，哎、欸，我是不由自主，我就这样夹呢，你就是阿昌这类，后边就替你踏起来，脊椎两骨吼，唔是滴嘞。它是一个 S 型的，要主人啊，若要吃吼，其实咱的腰脊骨在 S， 所以呢，你今仔日就唔免用到家己腰脊骨的力，免家己想出力，对，伊就帮你整合起啊，规个坐起来，伊就是 S 型，骨多哦，这就是医生讲上正确的 S 型的两骨曲线。哇，我可以看到这样子，安尼真好爬起来，好像有一种那个力量。安尼只能看，这有安尼有 Q 度的所在，伊拢是满满的石墨烯哦。因为其实呢，第一组啊顶管的时阵，阮坐的时阵呢，哎，阮的腰脊骨、阮的卡层骨，加都是满满的石墨烯咧，甲阮加强，阮的循环度会搁较好。五十公斤哦，嘿，哦，支撑度够，不易变形，抗久坐神器真的很不错呢。